三款的味道都超级持久的，根本就不用再喷香水啦。Hello， 我是 Saber。你喜欢喷香水吗？如果你喜欢喷香水的话，你一定会超爱他们的。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一款是香水花园的香水沐浴乳，跟知名的大牌香水味道是一模一样的。三款当中呢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蓝风铃香味的，因为它的味道闻起来就是非常的优雅清新，而且呢，重点对于我来说不会过于甜腻。所以如果你也喜欢香氛的话呢，其实啊，你只要花少少的钱就可以买到媲美知名香水品牌的香氛香味。香水花园香水沐浴乳每一罐都是大容量，让你洗到天荒地老，快来试试看吧。